ファンデの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小丸子享受羽毛的乐趣。红色小鸟小小鸟，为啥为啥这么红，吃了红果就红啦。嗯，但是以前我家院子里来过一只白眼鸟，吃了院子里的红果实，可是那只白眼鸟并没有变红啊。白眼鸟是什么颜色啊？颜色和黄莺差不多，眼睛周围是白色的。哦，啊，那只鸟会不会是在吃红果实之前吃了鹰豆面包呢？鹰豆面包就是里面有绿色甜豌豆的那种面包。啊，那种面包，原来如此，所以才变成绿色的。那它眼睛周围的白色就是因为吃了白色部分的面包了。你可真是的。嗯。嗨，那怎么可能嘛？哎。乌鸦是喜欢吃豆沙包的豆馅儿才那么黑的吗？小玉呀、啊，真是辛苦你了。你不觉得这首歌有点糊弄人吗？怎么会呢？那鹦鹉呢？有红的、蓝的，也有绿的，还有混合各种颜色的。那是因为吃了各种颜色的果实吗？也就是说，鹦鹉是个贪吃鬼喽？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吓了我一跳，好讨厌啊！说到乌鸦，乌鸦就飞来了。嗯，还真是吓人。小玉，安全起见，把帽子戴好。哎，为什么？你想啊，头发是黑色的，乌鸦错把黑头发当成豆沙，不就糟了？也是啊，要是被它啄一下，一定很疼。这样应该不要紧啦。是白色的羽毛。是从天上飘下来的啊，会不会是天使的羽毛？咦，天使？讨厌，我开玩笑的。白色是鸽子的吧？嗯，说不定是被刚才那只乌鸦欺负了，所以它的羽毛就掉下来了。我回来了。妈妈，妈妈，什么事儿？你看，我捡了好漂亮的东西。哎，不是羽毛吗？嗯，这么脏的东西快扔掉。哦，为什么？说不定这羽毛上面沾满了细菌。嗯，你还不快点给我洗手去。但是这是从天上飘下来的，我顺手。不许再废话，快把羽毛交给我。嗯，那你可别扔了。啊，帮你洗干净了，以后别随随便便什么东西都捡回来。什么叫随随便便什么东西都捡回来呀？ 啊你还不能碰它。咦，这又是为什么？不是洗过了吗？那是什么呀？是根羽毛，为什么要把它装在塑料袋里？难道它是什么案件的物证吗？咦，看看这物证就摆在你面前。嗯，那个是你打算怎么解释这个啊？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啊，对不起，我只是一时头脑发热。警匪片看的太多了。这是小丸子捡回来的。嘿，怎么会捡这种东西回来？因为它漂亮啊。是刚掉下来的羽毛吧？真让人恶心。怎么会呢？募集捐款的时候，姐姐不是也带着红色的羽毛吗？那可是经过加工上了颜色的羽毛。姐姐说的没错，
姐姐戴的是经过严格消毒的羽毛。经过消毒的？没错，消过毒的才能够拿出来。怎么这样？还要消毒？真是的，小题大做。拿什么给他消毒呢？有了，就是这个。第二天，我用红药水帮他消毒，结果就成这样了。粉红色也很可爱呀。那这个就送给小玉吧。我已经想通了，我照顾不了他呀。不用了，我也。早知道就不去捡他了。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说他是天使的羽毛。好漂亮。这是什么的羽毛啊？不知道。这毛是粉红的，莫非是火烈鸟的羽毛？火烈鸟？原来是白色的，应该是鸽子的羽毛。是吗？就算是白色的，也不一定就是鸽子的呀。天鹅也是白色的。天鹅？你觉得这镇上会有天鹅出没吗？这可说不准哦。比如说在花轮同学家里，天鹅和花轮同学的气质很相配，对吧？都很浪漫。哦，这样啊，你要是喜欢的话送给你吧。不用了，我自己也有羽毛。美环同学也捡到了吗？好讨厌，我怎么会去捡呢？我自己身上就长着翅膀啊。有翅膀？你们看不见吗？在我背上。我妈妈常说，花子啊，你就像一个小天使，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所以我的背上长着一对小天使的翅膀呢。我也想要这根羽毛。山田想要。真好啊。好开心呢，各位同学。我是印第安酋长。哇，真不错。但是当一名酋长需要更多的羽毛。要更多？欢迎各位同学的光临。秀大叔，花轮同学家有很多羽毛吗？你说的是什么羽毛啊？花轮同学说他家里有很多羽毛。花轮同学家的庭院里养天鹅吧？倒是没有养天鹅。那么火烈鸟呢？真不巧也没有。那么羽毛在哪里呢？原来是这种羽毛啊，装饰在那里的是孔雀的羽毛。孔雀？请拿在手上看看。太厉害了，家里居然养孔雀呢。我们没有养孔雀。哎呀，是吗？真是十分抱歉了。哪里哪里，如果在家里养什么天鹅、火烈鸟、孔雀的，倒是太奇怪了。对啊，这么说来，那里的垫子里边也装着很多羽毛。小少爷很喜欢羽毛的触感，他睡觉的时候盖的也是羽毛被。有孔雀羽毛还是羽毛被，真优雅。那我就是城堡里的公主。然后有一天，花轮同学骑着白马，花子公主，花轮同学。软软的，好有弹性啊！你赶快住手，我有点晕。好好玩啊！花轮同学，救救我！那个，非常抱歉，少爷正在换衣服。这里有些羽毛，你们也可以看一看。请看看吧。哇！这里有鸭毛、山鸡毛、山鸠毛。鹰毛和燕毛，好漂亮啊。哎呀，羽毛的顶部有破损。是的，这不是普通的羽毛，是羽毛笔，是过去的书写工具。羽毛笔？用下端的部分蘸上墨水写字。用这个来写字？现在已经不大用了，你们想不想用这种笔试着写写字呢？可以吗？可以，
请吧，我来为你们做准备。有点紧张呢，小丸子，你学学看。嗯，好嘞。啊！哦吼，刚开始用，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哎，蘸墨水的量好难把握呀。我想要用这根羽毛写字。不行啊，山田，那个太大了。对啊，我也觉得这样恐怕不行啊。赶快把名贵的孔雀羽毛还给我。啊，对了，我还有好东西可以拿来写字。那个是我捡来的。用这头放在墨水里。哇，那不是用来写字的羽毛。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没关系，这里交给我来处理，我去拿东西来擦。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冷静一点。不好意思，久等了。对不起呀。羽毛的优雅感觉都到哪儿去了？这里只剩下一片狼藉的景象。哦不！如果小丸子和有藏碰到了。哎呀，小丸子你怎么了？雨伞呢？今天出门忘记带雨伞了。哎，其实出门的时候妈妈提醒过我要带雨伞出门的。啊，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小丸子别忘了带雨伞。我走了。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的。都怪我自己不好，没听妈妈的话就匆忙地跑出来了。我想妈妈现在肯定在发火，肯定不会来接我回家了。啊，小丸子。哎呦，那不是丸子的雨伞吗？他忘记把伞带到学校去了。雨下得这么大，丸子在学校肯定很着急呀。老太婆。哦，对了，老太婆她刚才出去了。哎呦，妈妈也不在家呀。这么大的雨，没人去接丸子回家，可怎么行啊？丸子，你等着，我英有藏为了丸子，现在就赶过去。小丸子，你不用着急，不如让我来送你回家吧。不用不用，没关系，我可以跑回家，不会淋得很厉害的。那你跟我一起回家吧。我到家把伞借给你。哎，可以吗？嗯，就这么办吧。嗯。丸子，等等我。谢谢小雨妈妈，那我把伞借回去了。小丸子，路上要小心啊。嗯。啊。小丸子，我看你还是再待一会儿，等雨小一点再回家吧。但是我会打电话到小丸子家，告诉你家人你会晚点回家的。就这样吧，小丸子，就在我的房间里玩一会儿吧。嗯，好主意。嗯，丸子啊。我回来了。小丸子，我不是叫你把雨伞带去的吗？你这孩子真是的，又给小鱼家添麻烦了。哼，妈妈也真是的，我没淋湿就回来了，这样不是很好的吗？哎呀，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奶奶。哎，爷爷人呢？老头子，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大概是出去买东西了。我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家了。下那么大的雨，他会去哪儿呢？就是啊，外面还下着大雨呢。哦，哎呀，真慢呐！丸子怎么还没放学呀？
请问老先生有什么事吗？老师，我叫英有藏，我在等我的孙女，她今天忘记带伞了，我是来接她回家的。英先生，哦，您是樱桃子的爷爷吧？是啊，正是。我是樱同学的班主任，我叫户川。哦，久仰久仰，我家丸子承蒙您的关照了。啊，不不，您别客气了。这就奇怪了，现在学校里边已经没有学生在了。我出来之前刚刚巡视了一遍。那么丸子到底会去哪儿呢？莫非他离家出走了？可不得了了，糟糕了！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户川老师啊，不得了了，丸子，我们家的丸子，他离家出走了。说不定你们两个只是走岔了呢。你先联系一下家里人，问问情况吧。不愧是户川老师，能做出这么冷静的判断。切！老头子，你不要紧吧？从回来到现在一直在打喷嚏，在校门口站了那么久，爷爷不会是感冒了吧？爷爷，哎，小丸子，他很早就回到家了。爸，你怎么这么迟钝呢？爸爸，因为小丸子没带伞，爷爷他可是特地到学校门口去接他的。就是嘛，本来就是小丸子他不好。咦，如果早上小丸子没忘记带雨伞的话，那么爷爷就不会冒着大雨去学校门口接你了。话是那么说了，说到底都是因为小丸子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晚，磨磨蹭蹭的穿衣服，磨磨蹭蹭的吃早饭，所以最后出门的时候总是手忙脚乱的。这孩子就是不肯听大人的话，才总是会让大人们操心，不是吗？我怎么知道今天爷爷会一直待在学校大门口等我呀？明明是爷爷他自作主张去接我的。小丸子，你在说些什么呀？爷爷他是……哎，妈妈，丸子说的没错，是我自己不好，自作主张去接他。丸子什么都没做错呀。爷爷，不好意思啊，丸子，是我自作主张啦。第二天。下雨了，好讨厌哦！妈妈，外面又下雨了呢。梅雨季节到了。哦，爷爷他不要紧吧？哎，爷爷去他朋友家做客了，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快要到车站了吧？不知道他带伞了没有？啊？哦，爷爷的伞在家呢。小丸子，路上小心。嗯，那我出去了。爷爷，你一定要等着我，我要回报你昨天来接我。爷爷要是知道他孙女亲自来接他的话，一定会很吃惊的，一定又吃惊又高兴。啊，丸子，难道你是来接我的吗？谢谢，你要什么谢礼，我都会给你买。说不定爷爷就会那么说的。啊，来了来了！站在出口处没办法看到爷爷，我必须要到前面一点的地方。哎呀，这里应该能看到了。啊，不好意思啊，小姑娘。你不要紧吧？吓了我一大跳，爷爷怎么还没出来啊？爷爷，难道说爷爷不在刚才那辆车上吗？爷爷怎么还没来呀？爷爷还没回来。
谢谢，爷爷。那个时候，爷爷一直在学校门口等我，可是我却说，我怎么会知道爷爷去等我呀？明明是爷爷他自作主张去接我的。爷爷，对不起。 对不起啊，丸子，我从车站出来，居然没看到丸子来车站接我，我就直接回家去了。哎，我在朋友家向朋友借了把雨伞，等回到家，听妈妈说丸子冒着大雨来车站接我了，我这才急急忙忙跑回来了。爷爷，真是十分抱歉呐。 刚才很孤独吧？没什么，我也要对爷爷说声对不起。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扯平了，爷爷。扯平了？嗯，昨天是爷爷在学校门口等我，今天是我在车站等爷爷，所以就算扯平了。<笑>哦，扯平了，这样不错呀。<笑> 你来接去接你的我，对吧，爷爷？你先去接我，我再来接你。<笑><笑>终于接到了对方的有藏和小丸子，合成着一把伞，幸福无比。哇，我得到了一台鸽子报时钟，会发出啵啵的叫声，真可爱呀！ 可是姐姐却嫌它吵，把它停掉了。看来这次我要用正在练习的技巧，想办法说服它才行。下一集《淘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练习假哭和鸽子报时钟来了，敬请期待哟。